对。你卖家派啦，哎。哦，你们 gentlemen， 威尔现在都当自己家在走哎。台湾8号举办年终尾牙活动，旗下包含白星会的艺人全都盛装出席，就连好久没在台湾露面的吴克群也都特地前来参加。只是居然有一件事让他觉得压力山大，就是，哦，就是跳得太高了，对，压力，压力，所以我都坐着。哥，你是靠脸吃饭的，多担心啦。而这次李明顺、李明忠兄弟档也难得同台亮相，只是过年快到了，哥哥催弟弟结婚这种桥段还是会上演啊。是时候了啦，他催婚的方式比较不一样，他一直用孩子来鼓励我。我都一直在鼓励，一直在努力，那希望有老天爷会再给我这个机会。也是逃不过催婚话题的，当然还有他。我们已经过了催婚的年纪，我们不聊这些事情啊。因为你在节目中说的是单身吗？所以就是表示现在还是吗？我现在突然觉得你们刚刚说捐钱这个。我一定会努力捐的，不要再催婚了，就不聊哎，你哦，谢谢。看在你可爱的份上，就先不逼了啦。非法娱乐台湾报道。